做一个情人节大餐送给 Joey， 有深度的味道。为什么你今天晚餐要拍片？今天是情人节，然后我有想到一个我一直很想要做的企划，刚好是情人节嘛，所以我就想要做一个情人节大餐送给 Joey， 祝他情人节快乐。现在大概是晚上8点钟，他今天会加班到比较晚，他有跟我说，所以我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来准备一下。我今天就是要用芹菜入菜，因为 Joey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讨厌一丁点芹菜都不能接受的人，所以我想说今天就用味道没有那么重的西洋芹来取代台湾的土芹菜。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到底会不会发现。我今天想说要做一个炖菜，第二个话我想要来做一个有点像是台式的芹菜肉羹，里面可能加一些油葱酥，然后做成像萝卜汤的那样。第三个我想说把芹菜放到肉酱里面，然后最后跟薯泥组合在一起做成一个焗烤类的，这样应该就比较不容易发现了吧。那我就先赶快来准备一下，因为他等一下就要回来了。我等一下先把萝卜汤的萝卜还有炖菜先放下去炖，然后最后再来炒肉酱跟处理薯泥。我今天的策略就是我要把西洋芹都烫过，烫过之后可能味道会比较少嘛。嗯，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试试看喽。先来做炖菜的备料，就是把这些蔬菜都先切一切，然后豆腐泥干我就全部放下去铸铁锅里面一起炖。芹菜的话，我觉得应该要切小一点，不然应该很容易就被发现了。洋葱的话就把它切小块就好，可以直接把它丢到锅子里面让它铺底，因为水分比较多，这样就比较不会粘锅。我今天打算走一个非常懒人的路线，就是完全不爆香，全部丢进去。因为我今天准备的蔬菜比较多种，所以番茄我就只准备一颗。水分挤干了，就也一起放进来。再来就是调味料，还有一点盐巴、黑胡椒，可能要多一点。这个红椒粉，让它味道重一点。我还有这一种综合香料，也来一点，还是补一点水进来。然后我就把它拿到我们的阳台去炖，这样我里面就可以做其他的。接下来把萝卜汤要用的萝卜先放下去，接着来准备一下焗烤薯泥的。冲一下冷水，把它稍微擦干一下，然后我们用调理机把它打碎。这个打好了，把它放下来，让它把水分沥一下。打一下我们有两道菜要用的绞肉，那肉酱用的绞肉是比较粗的，所以我不需要打太多。我想说就分开打，今天用的是比较低脂的里脊肉。肉羹要用的，我们就会希望打得比较细碎了。趁这时候把油葱酥一起放进来。
羹会需要一点点粉类辅助，所以加一点点淀粉进来，然后刚刚的芹菜。香油也一点，八点糖提个鲜。当然，汤才有一点味道。我们的肉跟准备放进去，让它用泡熟的方式，然后泡熟。把它拿到外面去，让它煮一下。然后里面的话，我想来炒一下我的肉酱。就已经切好，然后拿去微波的马铃薯，姜可以来一点，提个味道，把树泥都铺一点。接下来就把它送进预热好的烤箱，把它烤到表面融化就可以了。情人节大餐，各个料理都把它先盛出来了。结果 Joey 已经回家了，然后我现在就要请他来试吃一下我们刚刚煮的情人节大餐。这是情人节大餐是吧 ？Right, excited? Yeah, looks very good. I'm hungry. 那我们就邀请他来试吃一下。我可以先问你这个是什么？那个是炖蔬菜。这叫什么？马铃薯泥与肉酱。How is that? Do you like it? Yeah, it's really good. 那个好吃，我非常喜欢吃肉酱。Next. Okay. 我先喝一口汤。Okay. 为什么有那种瓜仔肉的味道？真的有哎，这是硬菜吗？吃起来很像外面那种阿嬷揉的那种。Yeah, it's really good. 这个它还是有一个紧致度，而且它的味道是没有跑掉的。So do you like it? Yeah, I like it.你最喜欢哪一个？我觉得这两个都非常好吃，但我可能会给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超好吃。哇哦！真的，我平常是会给这个的。为什么你今天晚餐要拍片？我没有拍片啊，我在试新菜，有时候让你试试看。那这都是试新菜吗？然后顺便把它记录一下，这样。嗯。我吃到月桂叶的味道。没有。因为香料里有月桂叶吗？应该有。哦，这个超好喝，蔬菜甜味加像那种罗勒香料的那种感觉。很甜。你知道今天做这个辛苦了吧？我十点才下班，我回来你还在忙。这两个真的是不分轩轾。你有透彻的吃过一遍了吗？有，今天跟以往比较不一样，就是以往它可能主要是洋葱味、肉味还有番茄味，但今天好像有另外一股香料味在里面，有深度的味道。Just a normal taste of veg. Normal taste of veg 是好的，就是它比较没有那种。嘣的感觉。Alright, can I tell something?、Mm-hmm. 你知道那里面这三道里面我放了多少青菜吗？你放了多少青菜吗？完成这三道，我用了一整包的西洋芹。你是没有放在这个饼里面呗？我放很多。嗯吗？然后你还说那是一股香料的味道。啊哦！你刚You don't want to eat it alone, man.对，我对你不错，我没有放土芹菜，我跟你讲，放的是西洋，你放土芹菜，我已经吃得出来。你知道我刚才切的时候，整个房间都是芹菜味吗？你情人节还做整人料理是吗？情人节大餐。I don't know what to say. Happy Valentine's Day. Happy Valentine's Day. This is pretty good though. You should try it. Pretty good. 觉得成功吗？
蛮成功的。黑豆羹里面有芹菜，全部都是芹菜。I do not believe it。我刚不是说吗？我觉得它像那个瓜仔肉的瓜仔。但你看这块，这块芹菜直接戳出来，这個、线也露太大了。然后晚上十点回来，你还在弄，我就觉得有蹊跷。My brain 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企划，算是迟来的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那我们就下次见喽。